爱情，血滚该相爱的戏，留下孤单该罪恶。不是爱跳古日该命运，做生爱离开爱上，有原因爱未转来。那帮我跟你白雪公主分享一下，你小时候学游泳是怎么吓到尿裤子的、啊？不要了，不要，哎呀，不要！不要，干嘛？又吓到尿裤子啊？哼！拜托你们不要再讲了。用不讲有点困难。看哦。好了好了，我给你们钱就是了，拜托不要再讲了。再给我几天的时间。这是你说的啊！我再给你几天的时间，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！太君，哥哥让你跳儿童操嘞，而我让你发重点，请考听吗？好啊好啊。该数学上一日八，其他科目你考五十就好啦。啊？妈给你办公室吧？你也给我买个东西啊？不是付啊，当便宜哦。你不点嘞啊？啊？啊！我来想穿的哦，让想穿的啦。你也赚得穿自家的钱啦，猪头，去捡便宜啦！主干啊，来来来，饮点小茶哈。什么意啊？哎，什么哦，无按夹哈，哎哦，算是按慢的。白母女，你做嘛给哦？在间房度小火炭吃啥？哈？太衰啦，来听吃食嘞，就无想到赢到啦。假使讲哦，我之前死在间度，以后要用办做生意嘞，太衰啦。我真去无想到两点啦！我无问你民宿个问题，我问你做嘛去吃啥？哈，你有钱又会出铺台戏，哈，又嘛去想唔开呀？主干，迄个你愿意哦，老爱做你个朋友，哈，又嘛个？尽管都哦，想唔开的，无欢喜的，讲出来啊！看，该有嘛个积极的办法么？你呐，伫咧四方啊，有挺多个困难爱解决，
也有青铜的刻刻的判法咩？吼，宋氏，你呐，一时也会想不开啊。3年前啊，我出去冲茶佛，输团体了。先生做了叔叔以后啊，我输啊，我输就开始唔通发啦。中心员工的青眼膏，不退一般的生理啊，就磨枪枪嘞。慢慢啊，就无闲爱唱下条做戏啦。伊一般多几年嘞？记得啊，伊早去早离开。爱爸留不爱戏班哦，就一定爱输送模特嘞，就爱有模样的鸟。还留在世上做嘛该啊？做嘛该？好个啦，好个啦。弟莫，我老公哦，换出一个世界啦，我呀就无法脱缰啊。我个脸上哦，就时时笑爱，还是我老公哦偷睡觉。俺老公啊，死透了，就是俺一三年啊，孤孤死死，俺全落不了。很奇怪吼，去两时，俺又为没想到死透了就好个啊！你看啊，俺也无来，也无买啊，也无买个转场吼，去请位做些酱菜啊。嘿，主干啊，去两时。我死脱了哦，应该就好诶，系无？哈？阿春姨啊，你们话安样讲啦？比起我哦，你的勇气比我还较多。哎，素梅啊，夜到两三，伫咧去戴眼镜，敢要再走呀？有素质诶，你要偷偷骗人讲法？拜托，俺那有偷他。夜到两三，你个跌跌跌跌跌滚暗台上嘞，连鬼啊吼都躺倒嘞了。哎呀，别别别别别，莫个鬼啊鬼啊！哎，素梅啊，好彩哦，主干嘛无事的。不过，哎呦，我哎呦，我有事啦，又莫个懂事好事啦。你是莫个呀？是莫个哦。莫来份主干汤好嘞啦。孙生哦，老主干补一下，伊哦长出烟嘛，应当来补啦。哎呦，都做唔得见钱条诶！我都戒酒好咧啦。你去南美人咧，做迄个哦，是戒酒。戒酒做唔得啦。哦，师傅戒咧。哎呀呀，好啦好啦，来去看一下有冇戒啊吼。现在做现在事啦哈。哎，都对哦，素梅哦，是全世界第一好经验啦。原来快乐很简单哦，做冇戒，我就做唔到咧。很想爱死嘛，歹势啦，本也得超凡嘞。提一件事情，爱老你那只王骗子讲，你下面海外说咩，变做慈恩的凶手，给条佛坛，哎，你很给伊买，敢讲你要给吃到一生瘾，都会给开心嘅系冇？拍摄，拍摄啦！听一件事情，你让我谈清楚。神庙，还做唔得拿来讲笑诶！一张诶，都有个上等的意义。哥哥，你有思考能力嘅人，你竟然按用看唔出个神庙？那，你用诶，啊？树木巧，多爱死诶嘛！啊！个树团体来经营嘞，计着看唔到，谈唔到，伊唔好骗个人，我用蛮，啊，通膨都爱死黑毛。
没有，没有。你爱用忠义之家结束自家的生命，记得讨厌顺风经验，关心你经验，你都准做夹到那屁黑毛。假使你准做那屁，你都自家彪彪的都好了。你都记得小朋友面前死的，那位本夹到的嫉妒，留下惭愧阴影，黑毛。你爱用做，干么太自私了呢？阿老人讲，你做唔得事，你个命，黑眼说没老人救走侬耶。你个命，黑关心你个人呢？树木桥，都只有以前个吩咐做福建，又有玉珍，配合以前个处方。做治疗，忠告，你做唔得放弃啊！无任何人放弃你之前，你韩家做唔得放弃你自家。爱弟，爱弟。抓到我会被记过哎！靠，说什么鬼话、啊？照我下次会死啊！我真的不敢作弊了。哎，大平，不要问我妈杰哥啊！作弊是不对的，只有尿裤子才是对的。我们明天就把你尿裤子的事情告诉给全校女生。哎，你们干嘛这样啊？不要这样也可以啊。那你明天小时候记得准时交哈、啊，记得啊。走。还说没有作弊，那这些是什么啊？主任，那小孩是梁志杰，与我们无关。梁志杰，这些小抄是你的吗？啊？秦主任，我听说梁志杰……没错，梁志杰被监考师当场抓到考试作弊。可是梁志杰每次考试他都第一名，怎么有可能会作弊呢？成绩好的同学也有没准备好的时候啊。梁志杰，你说话啊！如果你没有作弊的话，你就说出来，老师可以替你主持公道。我，你把实际的情形说出来。你的成绩这么好，根本就不需要作弊啊！老师，我快要尿裤子了。李铁雄，问完话马上让你去，吵什么？那些小抄都是我的啦。梁志杰，是不是有人威胁你？你不要怕，全部都说出来，老师会替你主持公道。没有人逼我啦，小抄每一张都是我写的啦。写小抄还敢那么大声啊？梁志杰，你真的没有话说吗？包庇别人不是英雄，也不是义气的表现。事实就是这样啊，为什么要我说别的答案啊？
唐老师，学生作弊已经不对了，你还逼他说谎，你这样有资格为人师表吗？啊？对不起。回去每个人写一份悔过书给我。唐老师，学生作弊已经不对了，你还逼他说谎，你这样有资格为人师表吗？杨志杰，有什么作弊？我没有，是铁人和大饼要我照他们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跟老师说？因为你怕他们打你是不是？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那你说啊，为什么不说？我好了，吞吞吐吐的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不喜欢弄弄的男生，我再也不会跟你说话，也不会跟你接 PSP， 再见。天通做在人来讲，不过运用到什么啊？大家都知道吼，阿 K 的自尊心很强啦。等一下他回来，我们就要装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迪莫，晨晨嘛，阿 K 那衰鬼吼会被记事大过。阿 K， 你回来了，赶快来吃阿甘酥哦，有买好吃的炸鸡哦，哦，那小露露的好香哎。哎，阿姐，你不想吃炸鸡没有关系啊，橘子姐姐有准备寿司拼盘哦。今天考试结束，大家轻松一下嘛。我现在不拉拜了嘛，啊！你考试作弊哦，俺们讲你，你这样很有面皮啊，而且台词给他拼姚肚子哦。我讲你啦，姚肚子啊，俺讲你还叛逆期哦，现在心情不好，你讲哎呦，俺讲哎呦，都要唔抽啦。喂，算了啦，阿 K 去考认真球嘛，该库装啊。来讲球嘛，该库装啦。总共哦，几分还有台词哦，拼姚肚子都要唔抽啦。喂。哎！啊，阿水阿哥啊，你好无啊？嗯，好啊。哎呦，你又为老爱不开太过穷养咯？吼，其实俺婆这回吃噻，多了哈，身体还动气呢，呵呵，跟肉饺穷养穷养啦。哎，水阿哥啊。你做的不爱，你偏你跟杜某啊？请起来，上楼来上楼呀！啊，好好好，我来喽。嘿，嘿，家己就来嘞。哇，应该同桌一溜了，是第二什么场三分一场自杀的人嘞？哎，你讲的没嘿，真紧哦。错嘞，硬硬好好干，
做嘛该爱吃啥？哎呦，俺好朋友猪八戒哦，懂哦，他就唔会作弊。娘哎，你敢咪比猪八戒还戆？故说真爱作弊啊？真屁嘞！俺系因为本命危险，真为天朝记录作弊啦。俺安静，做嘛该爱作弊啦？哦，黑暗娘哦，细阿哥啊，阿你做得啷个讲？你本人为啥个原因无啊？你莫想讲啦！哎呦，四阿哥啊，我用我生命哦，告诉你本人为啥个原因，好无啊？哎，原因讲了哎，我有生命啊！嗯，唔系唔系，我系哦上上个，哎，四阿哥啊！我老爷讲一件事情，好唔好啊？哪个呀？我老爷讲哈，因为啊，我太哥啊，3年前出一场车祸，结果手挫伤嘞，然后磨枪头摆哦，按枪哦。哎，记得话老爷讲哦，啊，我把我鼻起来，我用两只手哦接住来。万一给失败呀，我哦，我就死掉了。其实啊，还没动静的，因为3年来金石成功，哎呀，没事没事啦，哎，我也开始喽。看看哈，我会比起来咯，我开始咯。哎呀，没事没事啦，我电话没准备好啦，好，过一半哈，过一半。朱干事，好，我开始了啊。耶，朱干事，你成功嘞！成功嘞，成功嘞！阿四阿哥啊，阿你做的，老爱高分。本人微笑的变面貌啊！因为爱同学危险爱，儿童爱从于个什么样个面条天，共处爱小学个世界。因为降水，所以学到奶尿个事情啦。哈哈哈！你老的很爱娘哦。哎呦！爹爹啊，面子的问题哦。当然啦，当天骄的，俺是系自由身的。四阿哥啊，你听话问俺，做嘛该会吃啥？俺哦，俺没系面子的问题啊。因为总得各有困难头该同做，所以不平笑。其实你不是才艺啦，你跳下不是成功了没？是啊，哎，四阿哥啊，我跟老人讲一件事，好。是几海街啊？你到初中还住在哪里？哎，这初二啊，有一年啊，我就发现我这家不会来尿嘞。哦，我还当欢喜，我就老所有朋友讲，我唔会来尿的啦。我克服自家的心理障碍。怎么该为老所有感应讲啊？因为我唔强啊，我唔会来尿啊。我老所有人讲吼，下礼拜啊，晒啲我杯皮蛋哦，唔系我来尿嘅。哦哦，哎呦，我肚子很油啊。
哎呦，哎，你惊着哦？但无哟，老杂鸡哦，苏西哦，实呛呛哦，爱喜哦，爱喜哦。爱弟会面对问题，不过那就安静点啦。阿 K 要作弊，听说有原因呢。不过，伊就肯唔肯老爱讲，也感觉真无干无实。刚迄样也才做新生的，太失败嘞。哎呦，公公哦，对阿 K 啦，根本没问题啊，不该考试作弊。听说哦，还本人被吓的啦。哎，童先生啊，你爱木竹哦，爱讲呢，今昨天啊爱用看，看到爱骨头哦都软脱嘞，爱讲哦要磨生意哦，爱当然嘞。你头家讲嘛个？哦，爱讲哦，你爱木竹爱讲啦，今昨天爱哦放电，爱讲哦要磨生意，爱当然。无人喊人阁讲假白。嗯，佮都明明伊问阿爹讲物个。阿妹呀个意思，阿妹谈到，迄天呢老太被人威胁阿克，不过就迄唔对，因为阿克愿意本人威胁。哎，阿妹有把柄本人敌嘞咩？两种个事情哦，做复杂个事件，家家都会度过啦，你有物个好奇怪咯？佮你头摆，迄马个把柄当然个疏风啊。哎呦，你真能考到来嘞呢！因为哦，都会骗人把柄不挨低啊，挨假人啊，都会负责威胁骗人啊。嗯哟，阿 K， 哦，你的这有数字啊，哈，都给它彰显出来。哎，你全部的皮也有都是呢，有难同当嘛。哎呦，你熟太多嘞。哎吼，我老爷东西全部是恰恰来张感恩，弄有趣哎！你在那看啊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！来吃啥？不然叫多聊去哇！上帝三面来，来吃法的过去，总吃到。全世界的人啊，就对不起俺，每当俺吃家都犹豫，多两下俺才发现啊，没系安样的。哎，俺罗两位啊，带给你了，俺才发现两位人哦，大家都会关心陪你呐。你啊，当幸福个。就讲阿叔，幸福系乜嘅呀？你着找个着一家乌卡唔幸福，才袂累到了位。我着到了位，是会千刀一剑，强取个一口天天啊！阿杰啊，顽固诶，总有一天啊，你会发现个。我想忘记你了啦。阿杰哥，你上次给我们的零用钱已经用光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好穷啊！对啊，在当年狼来花花嘛。我没有钱了啦。不借钱也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愿意在你白雪公主面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铁人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跟你要钱，也再也不会找你麻烦。走开啦！哎，少啰嗦啊！这手表不错嘛，应该可以戴不少钱嘛。你不要太过分，那我妈给我的。那我怎样？快把表还给我！少啰嗦。你们说什么？丁经理少多管闲事啊！我刚来报告你们抢梁志贤的手表。小两口还真甜蜜啊。对啊，那么打小报告，那我去打小报告啊。不知道丁爸丁妈妈知道自己女儿在学校不读书。每天在那边谈恋爱、打 PSP 会怎么样啊？你们，啊，招兵还我！招兵还我啊！你去干啥去做嘛个啊？哎呦，凊彩啦！哎，关于某个事情啊，你老人家对某个老眼咯。阿 K 安社长哦，俺们救济，可不给你打死啊！
哎呀，本日大事哦，你要做唔得你阿吹啊！哎，那些面子的问题呢？你阿吹老去听书哦，伊喊你爸用用面皮，伊面对个中医师妹呢？伊喊干嘛个面皮啊？哎呀，好了，看啦。把这边阿母，敢跟我耍狠呢？再凶啊！再凶！再凶啊！你怕他们打你是不是？其实你不是才艺啦，你看我阿母嘿，亲过你没？我不喜欢弄弄的男生。再凶啊！我再也不怕你们了，你们再做什么都不怕了，你们再也不用想威胁我了。你有种，你敢打我？哎呦，阿杰嘞！封你封你了！哎，我是秦哦。你们两个以大欺小，算什么东西啊？干屁事啊！走！呀！这啊！下次你们再弄梁志杰给我试试看。你以后再欺负我看看啦。啪！丁俊怡，照片给你。对不起，害你被误会了。被误会的是你，我今天不该说你懦弱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统统搞回军训哪处？水推白菜，好的哦！你有大天发本案，我刚刚已经查出阿凯无作弊的，韩国要针对高盐泡利作为犯项哦。不过太子啦阿凯答应的事情，虽然哦迄次我封闭，不过好高无鼓励一炮自炮，鼓手机两杀哦，韩和老同父母将由表示处罚。哎呦，红尘真少计啊！你拢会讲暗藏阴藏做乜嘅啊？来，哎，那吃多硬个天花哦，天天都付来两笔嘞，很花多啊，硬请来药费嘅。结果啊，你今日哪会讲两条啦？做地哦，还都买来嘞。明明就关心阿克嘅事情，做乜嘅假装无猜疑啊？所以啦。既然吼，原来咧，我都弹一条曲嘅半弹。哎，你知道那条曲嘅用咩啊？曲嘅哦。外面讲出来的，就是一首摇滚歌曲，旋律一普通，轻松小提嘛个，我也唔对哦。你无猜伊条刚刚爱讲的话啦，因我爱系爱红的啊。你咩爱红啊？阿瑞，通，阿春姨，坐里头。好啊，几多通哦？下礼拜哦，莫来上大啦。你看呐，
哎呦，按烟头个面哦，哦，有个竹条冲冲诶。哎，怎好呀？时间也对好呀。哦，好呀，自家哦再弄一下诶。明天去哦，看遐哆来咪啦吼。还有哦，今日个下午啊，硬很记得哦，记住事啊，下礼拜就袂请你麻烦了。是吗你？初诶，你要不跟你打吼，去因为阿瑞哥来顶来啊，迄毛一下毛妹摕出面子无枪即下哇。吼，阿瑞哥竟然见死唔救啊！我本来吼嘛唔知，伊怎嘛计唔本来，搁做着去救伊啊。本面张地吼，原来其实有用伊个啊。嘛该容易啊，可眼就紧来打哦。佮讲哦，就算伊本伊打袂死吼，也要老娘用迄个法出来啊。安尼下礼拜，伫西门个面条前吼，怎会有面子啊？也错啊，总共是问伊对哦。正经个是问个哦。去劳动父母哦，就另外更加做了吼。唔是想啦。你阿个唔得干咩东西？阿杰，来，你阿公你，乌头面红，是得同武强推牌。哦。佮应该吼，爱拿两扎。很用心哦。安样哦，阿杰怎会变做咸蛋超人啊？应该小柯很冷嘞。哦，阿杰。明天祝你老子福连好嘞，是吗你？来，我托你推推的。主角马叔，你讲错嘞啦。其实那位个大声音都是真心对爱好个呀，那种相夫照顾、老关心个感觉，就是一种幸福啦。孙姨啊，各位，哎，有啥经验啊？哎，望太家就太啦，哎呀，望欢喜，什么啊，什么啊？姨妈，我下摆来个时机咯，我得去抢的啦。哈哈哈！啊，人生难得的经验啦，也许听下第一排啊，有什么要叫爱哦？爱哦，去到你大啦。朱干哥，要记下间好教，都去请布托去个字头先生，你参考一下呀。童先生啊，沈梦怡哈，那条资料我一定会好好看的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什么什么哈，大家好嘞，再见喽。哦，再见再见。不搞了，一路顺风啊。再见，再见喽，大家。再见再见。谢谢你哈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哦，再见再见。再见。嘿。你看个间房哦，爱整理的哦，都整理整理哈。好，莎莎，去。哎，这个啊，你眼考没考出来没？成绩单呢？成绩单你飞到哪页啊？嗯。哎呦！阿健，通个成绩单怎么个啊？阿瑞哥，成绩单蛮矮啦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有一科吼无及格了。阿瑞，你用讲法诶，台资要摆考试，进步动多，亲自得鼓励嘞。哎呦，真紧嘞嘞！哎，以前哦都是满江红诶，这次哦可是只有一点红，台资很强哦。对，应该考试之前团题目太强了啦。哦，哎，你安排团咯？今日咁早得讲一下，你阿姐太落头，你记得吼？啊？阿瑞，莫去报名诶啊！你叫台资吉他。也拜哦，他是总算哦，想请你们两个报仇哦，用不配你诶。哼，更有用诶喏，哎，南美人吼讲法哦就要有信用，挨老去上度吼全部都 keep 给，咱交去天气台呢，讲法要算法。瑞哥，你是菜都无请呢？就系啊，他是也拜请高分呢，还有65分呢。你对哦，唔是经过好谈嘅花啊。下一班研考哦，我要用本事帮阿瑞哥见面搞下吉他嘅啊。哦，谈到冇，谈到冇，你啊吼都要就贵气啦，南明人哦都要抢安用啦。
开始搞，不要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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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该该该该了。好嘞。无爱捡下去变数咩？没有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变数咩？会痛嘞，做咩啊？哎呀，变数变数，来来来，啊！我要毛粉了，我要毛粉了，阿翠青毛汗，阿翠青毛汗，青毛汗，青毛汗，我要毛粉。哎，谁阿姐？你会来去你们家嘿？然后来带。哎，小姐，我来黑了，你敢唔先煮份姜粉啊？你几多岁？哈？我几多岁？你乜嘅星座的？哎，小姐啊，我几多岁？乜嘅星座？老有乜嘅相关啊？你多大个黑毛啊？真劲哦，迄去犯熊醋给你。哎，你怎么莫名其妙给你呢？阿春姨，哎呀，不你处理哦，我要先去躺下哦。哦，哎，鸡呀，是要付给啦哈。嗯，这个现在就安用啊，来来来，我让登记下哈。然后一杀双面凤，甜金就会个。韩哥，明初爱加他个种。哦，谢阿姐啊，哎，挨着个戴宁凤吼，一三年戴就拉个啊。韩哥，戴宁凤个家世哦较便宜哦。唔系一三年系，看到个挨个男朋友要过来人挨飞下。哦，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哎。我要献给着哦，准备两份个东西啦哈。太子啊，太子啊，太子，来来来，老师啊，这个东西哦，那你去拣房啊哈。哎呦，张十七岁听听呢，老师来叫一拣。俺们干好。哦，我操的啦！俺无法吐过关。是你自家唔变的。韩国讲，俺无法吐转型。好啦，俺去困眠吧啦。小姐，唔系。我去宁夏。哦，跟唔系，嗯。俺经过也听听啦。宁夏间头街片。我爱带你去摸啊！嗯，不是啦。哎，你做乜嘅啊？一醒来嘅人客懂奇怪，条线企到人哋门口，略看嘅看，像系爱潜人嘅。摸啊，马莎。都系街醒来嘅细妹啊，伊当场托讲偷看太子哦。生得安样，还用你来偷看咯？太子，你都误会对了乜嘅啊？几多生意扶起来啦？扶伊个头脑啦！啊，根本就唔认识个细妹啊！东江个细妹看人个目神都系当奇怪啊！哪种怪啊？我嘛唔晓讲呢。太子，哎哎，我还问公婆，你怎啊打败东安呢啊？我听到嘞啦！你想较真得啊？看见个头牌同好还领下啊？哦，我想要糖啦。阿生，你怎么还没到？为什么？你答应人家的哎！你别担心啦，我明天一定会到。你自己先在那边待一晚，好不好？乖。你要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待一个晚上？你说不够的钱我都带来了啊！我爸现在说不定发现了，气到脑中风了啦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说那个家我已经不要了啊，我们赶快结婚就对了。那又怎样？等他们知道我们已经结完婚了，我不管，你明天一大早就过来。那么空门就应了你还减俸呢？有啊有啊有啊，
要哭啊，爱哭啊，真太伤嘞。可能你打电话无通到啦。哦，小阿姐啊，你唔去油店结餐的，灌烧啉啦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先出去啦。哦。阿生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那个男的了。结婚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伤嘞！阿瑞啊，啊，你去洗胎哦，开始脱痂呀。啊，素梅，你怎么跟副队不了？根本呀，唔去带你来一只新的银行。哦，给啥事啊，没有？嗯，用的咯。哦，欺负卡多个人哦，亲像唔得，佮得诈骗，爱贪哦，做乜个啊？爱贪哦，佮个土家个西么哟？嗯，土家，嗯，干么？大哥，你请伊啥吼？较好教伊西么啦？莫想伊本业一定哦，佮出来教一两年啦，莫想安多啦。你干嘛做的事啦？唔过。还有唐都几个人走出来的啊，韩国亲像让男朋友更好的哦。开路冲嘞啊！你听说哦，迄老男朋友讲哦，要出来撩的啦。无想一本哦，不开眼底，迄个哦，咪无想一本见不开眼底啦。嗯，做唔得做唔得哦，景象哦，景唔错的。佮阿张十七岁的，哎呦，本金才足多哦，烟哦，要不要借你咪哦？哦。素梅啊，你安心啦，因吼查克的摇滚屋，迄真歹经营呢。关键警察嘞也强到吼，黑白两道，来就唔要讲啦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最近有嘛个事情哦，我看哦，你讲啥会出来？你说咩哦？哎哦，我说你，唔好像主管暗用，有嘛个人命真好。清心中那些沉睡记忆，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相遇，吼吼。